爸，我这个礼拜可能没办法回家了耶。对呀，对呀，比较忙哦。爸爸的背是我回家经验里最深刻的记忆。每次回家的路上，一定会经过的那个糖厂福利社。我记得那里冰棒的味道，像父亲背的味道。他总是坚持要接我回家。后来我在台北念书，放假回家，他也一定要来接我。杜小兰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杜小兰，怎么啦？喂，阿爸，我明天想回家耶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买车了。我第一次开车回家。快到家前，我看到爸爸还是坚持来接我。爸，叫你不要来接我吗？在这里等多久啦？还没上过课。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。 我想，他是怕我忘了回家的路吧。